杨氏太极拳是当前流行最广的太极拳流派之一。太极拳普及套路、24式、88式等，都是在杨氏太极拳的基础上重新整编的。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是河北永年县人杨禄禅。杨禄禅名福奎，字禄禅，生于1800年，故于1873年。杨禄禅曾在河南温县陈家沟向陈长兴大师学艺，学得架势宽大、动作弧形螺旋的陈氏老架太极拳。杨禄禅在后来传拳过程中逐渐删改了原有的纵跳、震脚、难度高、发劲明显的动作，经其子杨建侯修订为中架子，又经其孙杨成甫再加修订，定型为杨氏大架，就是现今流传最广的杨氏太极拳套路。我们在这里介绍的不是经杨成甫定型的杨氏大架，而是杨建侯所传的杨氏老架子。杨禄禅当初所收弟子很多，其子杨班侯、杨建侯得其真髓，并对广泛传播太极拳做出不小的贡献。杨班侯所练架子偏小，故称杨氏小架子。杨班侯拳术精进，功力过人，19岁进京，曾在淳王府教拳，也曾在北新桥香耳胡同设场。杨建侯常年伴随在杨禄禅身边，在其父的研督下技艺大成，又因其性情温顺、循循善诱，随其学艺者颇多。其中有一人名贺寿岩，肯钻研、下苦功，后来成为武术大家。贺寿岩，满族人，1877年生于北京，1975年辞世，享年98岁。贺寿岩父亲贺德宝曾在皇宫当差，负责制造弓箭，极善骑马射箭。贺寿岩少年时随父学习弓、刀、石、马、步、箭，后凭武功得中清光绪年间末科武举人。贺寿岩在青壮年时期迫于生计，曾在镖局担任镖师，走南闯北，有机会寻师访友，广采博学，掌握了形意、八卦、炮锤、少林、大红拳、茶拳等多种门派的拳械。1948年，贺寿岩已年逾古稀，遂在北京府右街长春观内开办健身太极武术社，教拳授徒，后迁至西城大成寺。解放后，健身武术社发展了4个分社，大成寺总社便更名为健身武术总社。贺寿岩在当时的北京武术界声望极高，不少武术家到他的武术社任教。1953年，新中国在天津举办首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大会，贺寿岩老师出任射箭组总裁判长。贺寿岩青年时期拜入杨建侯门下，是其亲传入室弟子。他系统地学习了太极13单法、太极13式长拳、太极5行拳和太极门器械、推手等多种功法与套路。我们所介绍的就是贺寿岩老师所传杨建侯式太极。主讲教师王殿珍1952年拜在贺寿岩门下，是贺寿岩的亲传入室弟子，并被贺寿岩收为义子名伶。他追随老师20多年，
得其一博，多年担任武术教练，是当今著名的武术家。Thank you.
贺老师所传授的太极十三式是一套老架的杨氏太极拳，它其中有十三个动作是模仿十三种动物和飞禽的形态来演练，其中有狮形、猴形、蝉形、鹤形、熊形、凤形、蛇形、猫形、雀形、虎形、马形、鸡形、龙形等十三种动物和飞禽的形态，配合杨氏太极拳的捧、捋、挤、按、踩、咧、肘、靠、前进、后退、左顾、右盼、中定等十三种方法演练的一套拳术。太极十三式拳术演练起来舒展大方，轻灵平稳，开合相间，刚柔相济。太极十三式整套拳术共87个动作，它演练起来身法灵活多变，步伐轻灵稳健，动作清晰准确，尽力刚柔相济，运劲儿连绵不断。下面我介绍一下太极十三式拳术中的手型、手法、步型和步法。先说手型，在整套拳术中有三种手型，一个拳和掌和勾。先说拳，拳手掌张开，四指向里卷曲，拇指扣在中指的第二指节之上，拳背和手腕要放松，不要用力，拳面要平。拳的用法有冲拳，向前冲，向侧冲，冲拳；有架拳，头部的右上方，掌心拳心向外，架拳，左右架拳；有劈拳，翻身撇身锤就劈拳，到腰间劈拳；还有塞拳，向下塞，到膝盖平，手拳面向下，手心向里。这拳的用法。第二个掌型，手掌自然张开，五指伸直，拇指和食指中间的虎口要撑圆，手指和手背腕部都要放松，不要用力。在本套拳中掌法很多，有推掌，这单边式就是推掌，白鹤亮翅也是推掌，推掌完了以后还有转掌，推转，那么转推转，还有左右架掌，也放在头部的右上方，手心向外，左上方手心向外，拇指和食指要张开。这种掌型以外还有一种凹掌，也叫蛙掌，十三式里有抱球动的很多，掌手指自然向上弯曲，
手心形成一个挖的动作，抱球这样翻过来上下。掌形是两种使法，第三个是勾手，勾手拇指、食指和中指三指捏拢在一起，无名指和小指并齐贴在中指之上，手腕下屈，吊钩，单边用吊钩，有背钩，推不跨虎背钩，铺的虾式也是背钩，有背钩。这三种手法在本套拳中多次使用，其中在本套拳中还有一个特殊的手法，剑指，拇指和中指自然伸直，其他三指扣在手心之上，拇指压在无名指和小指的指尖之上。这剑指也叫剑诀，在本套拳中有一动作是摔剑诀，这种手法只使用一次。这是三种手型和手法，下面再介绍一下六种步法。第一是弓步，弓步向左迈开一步，右腿蹬直挺膝，前腿弯曲，腰要挺直，不要用力。这个弓步的长度四个脚掌长，四个脚掌长度。迈着弓步的时候落步，脚后跟先着地，完了脚掌慢慢踏实。弓步，弓步很多，搂膝傲步，弓步进步搬篮锤也是弓步，也那个高泰马也是弓步，弓步用法很多。第二个步法是马步，两脚向两边迈开，屈膝下蹲。这马步在本套拳中揽雀尾用马步捧上去，捋变成马步，这边的捧捋还变成马步。还有一个马步倒撵猴也用的是马步，马步。第三个是虚步，虚步右腿屈膝下蹲，脚尖点地，腰要挺直，不要左右摇晃，脚尖点地，重心在后腿。这个虚步有两种是吧，还有一种脚尖向上翘，手挥琵琶，就是这种虚步啊。还有扑步，扑步扑腿，抬起来扑，扑扑步，一条腿屈膝，整个下蹲，一条腿向前扑直，穿手扑腿下势，就用这扑步。还有一种歇步，歇步左腿迈在右腿的后方，两腿夹紧，两腿同时屈膝下蹲，歇步，歇步。在本套拳中
左右连环掌，歇步，这歇步，还有卧腿花拳手，也是歇步。其中还有一种步法是丁步，丁步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步法，白鹤两翅，丁丁步，一脚脚尖点地，一脚全脚掌踏实，往下蹲，丁步。这个六种步法在本套拳中使用的很多，下面我把太极十三式整套拳术中的分解动作讲解一下。第一段六个动作，开始预备式。预备式，两脚并拢站齐，两眼向前平视，两肩自然下垂，两掌手心向里贴在大腿两侧，全身要放松，呼吸要自然。第一个动作起势，左脚屈膝提起，脚后跟先离地，提起来向左迈出，脚尖点地，缓慢全脚掌踏实，两肩要放松，两背徐徐向上抬起，手心要向上，两背外旋，徐徐向上抬起，抬到比肩略高，两背内旋，掌心向下，慢慢下按，两腿同时屈膝下蹲，第一个动作起势，做一遍，左脚提起，脚尖点地，脚后跟踏实，两背徐徐向上抬起，手心向上，手心翻转向下，缓慢下按，两腿屈膝下蹲，这是第一个动作。第二个动作花拳手，从这儿开始，两背向里画弧，左手在上，右手在下，用蛙掌在胸前抱一个球状，身体向右转，左脚脚尖里扣，右脚向右挪半步，右腿屈膝提起，向前下落，脚后跟先着地，全脚掌慢慢踏实，两掌抱球的动作向前推出，向后坐腰，前脚脚尖翘起，两背两掌转一个圆圈，就跟抱一个球似的，抱一圆圈，完两掌翻过来以后向前攻出，右脚尖向里扣，
左脚脚尖点地，左腿屈膝提起，脚后跟着地，抱球再转一圈。好，第二个动作划拳手做一遍，抱球转身提膝落步，抱球旋转，右脚扣脚尖，左脚点地，屈膝提起，落脚后跟踏实，攻出去。第三个动作揽雀尾，攻出去以后右脚向前跟步，脚尖点在左脚的里侧形成钉步，腰部微向右转，向前上弓步，右掌横在面前，左掌附在手腕之上，向上捧出，两个手心同时向下捋，用腰带掌捋过来，左掌向后画一弧，按在右掌的手腕之上，向前挤，两掌向两边画一个圆弧，两掌手心向下再推出去，捧上去，再做一遍。脚尖点地，上成右弓步，拳脚踏实，捧上去，右掌手心向里，左掌手心向下，两掌同时向下往回捋，捧捋，左掌按在右掌手腕之上挤，脚尖翘起向后作腰，推出去，两掌手心向外，揽雀尾。完整做一遍，捧捋挤按。下一个动作是斜单边，从揽雀尾这开始，两掌向上捧起，捧到以肩平，两个掌心向外，向左转腰，两个手心同时向外，向左捋，到这手心一翻转，掌心向外，变成左弓步，向右捋，右掌放在腰间，左掌按在胸前，右掌穿出去，手心向上，画一个圆弧，变成勾手，向左转腰，掌推出转，画一个圆弧再转回去，随推掌，掌心随转到前面，单边
再做一次，揽雀尾，接斜单边，捋，往右捋，穿手，掌心向上画一个弧，变勾手，掌向上，圆形下来还是圆形，整个画一个大圆弧，掌推出去，下一个动作左白鹤亮翅，从单边开始，腰部向右转，右勾手变掌，左手也是掌，两掌心向下，向下按，右掌放在腰间，左掌向左头部上方架起，掌心向外，根部钉部右脚落在左脚的里侧，右掌向前推出，再做一遍，左白鹤亮翅，两掌同时手心向下捋架，钉步掌推出去，下面接右白鹤亮翅，从左白鹤亮翅开始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两掌同时向左后方，手心向下按下去，左掌放在腰间，右掌架在头部的右上方，根部左脚脚尖点地，左掌向前推出。下面我把白鹤亮翅两个连续起来做一遍，从单边开始，腰部向左转，变成右弓步，两掌手心向下捋下来，右掌放在腰间，左掌架在头部的左上方，跟成钉步，右脚脚尖点地，放在左脚的里侧，右掌向前推出。下面右白鹤亮翅，上成右弓步，两手心向左后方，手心向下，右掌架起来，左掌向前推出。下面我把第一段的六个动作再完整的做一遍，
下面我讲解一下太极十三式第二段的分解动作，从白河两式开始。左搂膝要步，右掌下来，左掌理合，右掌向左上方平托，掌心向上，眼睛看掌，左掌放在胸前，左腿向前迈步，脚后跟着地，向前弓出，后腿蹬直，左掌由左膝前向前搂，右掌向前推出，左掌放在膝盖的外侧，右掌推在胸前。再做一次，右掌下画弧，手心向上托起，左掌手心向下合在胸前，向左转腰上步，搂膝，注意推掌不要直出去，要走一个弧形推出去。这弧形就是那个太极图中间那个阴阳鱼，弧形推出去。再做一遍，推出去。第二一个，右搂膝要步，左脚脚尖向外撇出，重心后移，上步，左掌向左上方托起，手心向上，右掌按在胸前，向右转腰上步退出。两个搂膝腰步连续做一下，左搂膝腰步，右搂膝腰部。好，第三个还有一个搂膝腰部，左跟第一个搂膝腰部是一样的，右脚脚尖撇出去，好，三个搂膝腰部完整的做一下。左搂膝凹步，右搂膝凹步，左搂膝凹步，共三个。这个姿势注意推掌时候要走一个弧形，不要直着出去，摸鱼头找鱼尾出去，直推出去，走一个弧形。下一个动作，手挥琵琶，从搂膝腰部开始，右脚向前上半步，重心后移到右腿，前脚也是左脚脚尖翘起，两个手心向上放在膝盖之前，往两边以肩为轴扬起，到胸前两掌心向相合，
手挥琵琶，再做一遍。右脚跟半步，重心后移，两掌手心向上，两背向两边展开，手心相对，前脚翘起一合，收回琵琶。下一个动作，白蛇吐信，从手回琵琶开始，两个手掌掌心向下，左掌向前穿出，右脚跟上来，脚尖点地，放在左脚的里侧，形成右钉步，两掌立起来，白蛇吐信，再做一遍。左脚踏实，这样跟成钉步，穿出立起来。好，从手挥琵琶到白蛇吐信，两个动作连起做一遍。手挥琵琶和前脚翘起，前脚踏实，掌心穿出，立掌。好，下面进步搬蓝锤，从白蛇吐信开始，右脚踏实，左脚向前伸出，成虚步，右背搬出去，背里旋旋出去，掌附在手腕之上。完了，左脚向前上步，上成弓步，右拳收在腰间，左掌下按，按在胸前，冲拳冲出去。再做一遍，搬上步，左弓步，拦掌，冲拳，右脚脚后跟向外蹬，挺膝蹬直，前腿屈膝向前弓出，左掌附在右拳的小背上，完整做一遍。白蛇吐信，搬拦锤，下边一个动作如风似壁，进步搬拦锤，如风似壁。你看一下，从搬拦锤这开始，左弓步冲拳的时候，左掌在上，右拳在下，右拳向前冲的时候，左掌向后到肩到腋下穿出去，掌心向前到腕部，两手睁开，变成虚步，两掌分开下按，如风似壁。再做一次，冲拳按，按掌时候腰要向前弓出，后腿挺膝蹬直。好，下面我把第二段的几个动作连续起来做一遍。从白鹤梁翅开始，
左搂膝腰部，掰脚，右搂膝腰部，脚尖向外摆，左搂膝腰部，手挥琵琶，白蛇吐信，进步斑斓锤，如风似壁，好，第二段讲解完了。